这个是什么狗？长得一样一样，我还看不见它的眼睛。站过来，我瞧瞧。这不是咱们这品种吧？是吧？国外的品种。什么什么什么啥玩意儿？我也不知道叫啥名。看不懂。以前好像看过什么？阿富汗什么什么东西的犬，是不是那种？但它没那么高呀，还是个黑毛的。看，能这么大的盆子吃饭。河南的跳蚤猴啊，我们这离河南很近的。别啊！哎，估计家里没换它，没把它当狗换，它听不懂换它的。哎。好了，我看它了，看不见，哎呀，黑洞洞的。